Yeah. Go this way. This way and. Ah, that's sky bar. You want to go to sky bar together? I can try. Okay. Tomorrow I will call you. You are with CRS. I'm CRS. I will call you.在永惠街认识一个妹仔呀，漂亮吗？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啊。啊，今天晚上没什么地方去，拿这里喝杯水吧。可乐啊，不是酒啊，我不喝酒的。没有妹仔啊，我就从来不喝酒。等一下喝多了，一不小心犯错就去隔壁了，就进隔壁了，就不好。这里是喝酒的地方啊。今天是不是万圣节啊？好多人打扮的妖魔鬼怪一样。前面那个鬼佬啊，化的妆有点恐怖啊。今天晚上没什么人啊，没什么人出来玩。我隔壁这里还有一个媳妇啊。哎，现在半步老街都没落了，人都没有几个了，这边的生意也很难做啊，没什么人出来消费了。干杯，等一下喝完这一杯休息一下，去外面泡妹仔啊，去永惠街那里玩，今天晚上看看能不能撩一两个。日本街啊，日本街啊，今天晚上来日本街这里逛一下，看多热闹啊这里啊，这里在搞活动啊，这家寿司店，好多人打扮呢，妖魔鬼怪一样，应该是万圣节要到了，万圣节要到了，我看到这里有个摄影师，我也拍一下，里面就是日本街了，好多美女啊。哎，来日本街刷了一圈了，喝了两杯，回去了。这里面消费太贵了，妹仔太多太多了。我现在在街口啊，日本街的街口。今天不知道去哪里，所以来这里逛了一圈。街口这边呢，在搞这种万圣节的节目，很多人扮的妖魔鬼怪一样。这外面好多寿司店，里面就是日本街了。准备来这家寿司店这里吃点东西啊。这里面啊，吃喝玩乐一条龙啊，什么服务都有，就在外面这里搞点东西吃就行了。啊，好多游客啊，这里也有很多游客来这里玩，几乎啊来越南旅游的都会来这里打卡。很多人来这里打卡的，这些是不是被带走的？应该是里面店了，带他们去吃宵夜，带去吃宵夜了。这里就是日本街附近的夜宵摊了，看一下这边多热闹啊！这里很多啊，从日本街下班，然后就来这里吃饭了。有好多老哥啊，从日本街谈好之后啊，会把那些小妹妹带来这里刷一个宵夜，先在这里吃个宵夜，再带去其他地方逛一下，然后再回去潇洒。这就是越南的夜生活啊，好多老外也来这里玩啊，但是来这里玩的基本上都是日本人比较多一点。日本人比较多啊！哇靠，这家饭店这么多人，今天晚上怎么这么多人在这里排队？有什么节目啊？在搞啥节目？万圣节，越南这边真多节目。走。洋人也在排队，里面这家酒吧应该很好玩啊，这么多人，太多人了，有空要去刷一下。哦，对啊，上面是露天呢，这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上得了啊，这么多人。
过两天早一点来这里刷一下卡。这上面好热闹，上面好热闹。啊，现在来这里搭上这个，家老哥，我和老哥来这里搭上这个黑色这个极品的，应该是他敢不敢上？ When this market close? Can you speak Chinese? Vietnamese? English is okay? I mean, when this market close?We go to there to drink beer. You want together? You take me there. You can do. Go to drink coffee. You go together. Okay. Go together. Okay. Go. Go. Yes. Oh. Only one more. 你叫他，不是你叫他坐车去。哦，他的摩托车啊。OK。还有摩托车在这里啊。It's okay。叫他坐一起坐的士啊。对。但是他摩托车就在这里啊。哦。Can we take taxi there? You take me there? It's for motorcycle, so if your train commands me. 哦，你可以，不是。Three people is okay.你叫他送你去，我自己去就行。没有，他说他呢，还有他，啊，还有他。哦。OK, no problem. Can I add your 加个联系方式。Yellow, Michelle. OK, Yellow. Go drink together. 加个联系方式。Now go. But I don't. I can drink. Drink coffee. 我靠，他坐摩托车来啊，去不了，很可惜。等一下看一下去那边，能不能叫这个妹子一起喝酒？会语言就是这么好啊。他今天要他要忙去了。哦，他要忙。对，然后明天我再约他。啊。明天和他一起出去。Facebook。好，我想。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from Ulam Udea, right? Yeah. Go this way? This way and... Ah, there's Sky Bar. You want to go to Sky Bar together? I can try. Okay. Maybe next time. Next time, tomorrow I'll call you. Okay. You and me? Serious, I'm going. Okay, go out to maybe have coffee. But daytime, not in the night. Okay, daytime. Okay, bye.拜拜，拜拜。啊，两个人的就比较对，如果一个人他就跟你去了，对，一个人就可以，因为一个人就跟你去了，因为他们两个有一台摩托车也不好去啊。对。明天能看一下能不能约出来？约出来。这个妹仔很漂亮啊，这妹仔身材也好。他答应我了，他说明天就可以，因为他不喝酒，他想喝咖啡。哦，那明天约他喝咖啡啊。其实今天这极品、啊，今天那个黑色衣服的也答应了，说我过去，但是关键就是那个白色衣服的说等一下回去了。哦，哎呦，我五万，那来钱 ，OK 五万，喝两杯饮料15块，15块。好，拜拜。啊，在广场，在荣誉街认识一个妹仔啊，漂亮吧？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啊，德华。中文名。名字就是德华。
白华。德华。哦，你怎么你叫？我也是。你知道刘德华吗？对，对，知道。你是他的他的粉丝。我是。真的，我们是去这地方了。你是他的粉丝吗？不是的，我也是他。微博就是脸书，你有脸书吗？他加你脸书。Ins。加脸书。Instagram。这个，他也玩这个。你可以。嗨。好。加个联系方式，我们去喝咖啡。有空我会找你的。OK。我找你。回收可以行啊！哎呀，贝贝，几英语？啊 ？English 啊 ？English 哦，你还没有下载啊？那你怎么注册？叫他加你这个也行啊！哎 ，AG IG 啊？没有 IG， 只有 Instagram。没有 IG 吗？要来一个，天哪，要来一个大美女哦！他们这几个姐妹，一个比一个漂亮，我靠！我靠！本来想带他们来这里吃海底捞的，全是人了，要等几个小时，吃个鬼！全是人，这要排到什么时候啊？要排两个小时。我靠，没得玩了。好了，八月难为，简简单单吃一顿了。这是什么地方？坐了两个小时的车。不知道来到什么地方，郊区，这郊区。冬暖，冬暖，耶耶，哈哈哈哈，